能偷走豆芽的新玩具，走！看我的，欧布至高升天，天降破人闪！就是现在，我们去拿豆芽的玩具。等等，什么声音啊？那边有个玩具盒子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？当当，朋友们，这是迷你特工队兽王力量的玩具，特工机甲金刚王，我们一起来打开看看吧。 OK， 现在是金刚王的机甲模式，看起来有点酷酷的，它的攻击力一定很高吧。我们来给它变成兽形模式吧。 Let's go。先把他手上的盔甲取下来，头部向下按压，胸前的盔甲向外翻折，胸前的金刚头像向上翻，再向下压，对准后面的卡 Q， 扣紧，胸前盔甲再翻折一下，肩膀上的盔甲向上翻，再旋转180度，扣紧，另一边同样，旋转，扣紧，他的手臂向前翻折90度，再旋转一下。腿部也向下压哟，另一边也是一样的。然后再安装我们刚刚取下来的零部件。对准卡扣扣紧，锵锵，变形完成了。这个是金刚王的兽形模式。金刚王的兽形模式看起来确实很凶猛呀，看他犀利的眼神，还有点害怕呢。那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，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